我上次出国几次了，出国没事，这样你是 A， 在这个 dialogue 里面，在这个对话里你是 A， 然后他是 Sveta 是 B。 比如安德烈来过 Skorg 几次中国，啊安呢 Gak， 这样的。安德烈来过多少多少次中国多少次中国安德烈来过三次中国安娜呢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就安娜比安德烈和来过来过住来过少来一次中国两次少能不能说少两次可以说可以这样简单的对安娜比安德烈少两次可以这样说这是简单的因为这是次对所以少两次可以说对但是少睡少两次少睡几个小时对少睡几个小时觉不能说少几个小时睡觉这样不能说好的下面继续那每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安娜安娜每天十一点半睡觉六点起床安德烈安德烈比安娜晚睡一个小时晚睡一个小时早上晚起一个小时晚起一个小时能不能说少睡一个小时觉可以说对可以说他比他少睡一个小时觉可以这样说没有吧我觉得没有他是说能不能解释没关系所以这里就是这里比较的部分这里练习的部分就是这个就是加动词和这个数量的这样的关系的练习好来继续问这个谢盖安德烈每天几点到教室安德烈每天八点钟到教室安娜呢安娜比安德烈早五十分钟早十五分钟早十五分钟可以说早十五分钟也可以说早十五分钟到教室对这是口语有人早十五分钟到可以说也可以说早到十五分钟对也可以这样说是的好来没事你可以选择任何的就不会我先想难怪的意思好这里要说这一个星期还是怎么说这个每天去一个星期几次对一个星期去几次安比一个星期去几次一个星期
去几次健身房？健身房。嗯，得每天去健身房锻炼。安娜呢？安娜呢？安娜比安得。每三个星期五，比安利少五天，少五天可以说清楚，或者可以说比他少的多，啊、比他少的多，是吧？来，继续。嗯，对。嗯，安东汉语说的很流利吗？说的很流利吗？很流利吗？他汉语说的很流利。那练了呢？他汉语说的更流利。嗯哼，比我们的练习比。安娜练。练娜，练娜比。练娜比安东汉语说的更还。更流利，还流利，这里这个时候都可以。好，来最后。嗯哼，马克西姆汉语水平提高的怎么样？马克西姆汉语水平提高的相当快。嗯，娜塔莎呢？娜塔莎汉语水平提高的更快。是吗？特别快，这里相当快和特别快有区别，相当比那个特别还要高，还要高。其实相当快、特别快，我觉得哪个更快呢？我总觉得特别快，相当快，相当快是对、啊，特别快是比相当快更快。哦，对，这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相当快比特别快还要快，但是这位老师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就是重音。如果我强调哇、哦，相当好，相当快，那指的是就是已经引起人注意的那种快，而特别快，因为特别现在用的如果多的话，它的程度其实变小了。而相当是一种那种人民价钱那种的快的那种程度，相当快，相当好，相当冷，相当贵，其实它有点太的意思，太好了，太贵了。这里其实要看重音，看他怎么说的。如果比如我说啊，这衣服相当好啊，相当好啊。他并没有特别强调的时候，只是表达很。可是如果强调的话，表达的是太。这是跟重音有关系，是吧？俄语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俄语也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就是这个书的使用，我们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我们下一次的话，要选择新的话题。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研讨的别的话题，或者您有什么别的话题想要说的话，欢迎给我写信，然后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选择下一次讨论的题目，好吗？如果没有讨论的题目，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吧。可以用这个，可以继续。我也想，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就是，比如我们可以找学生出错的句子，把他们放在一起，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那么多错误。所以，请大家可以这两周注意一下，收集学生们出错的句子。我们可以放到一起来分析。我这里已经有一些学生们出错的句子。好的，谢谢大家，我们继续到下面。